今天是我生日，这个请你吃。Thank you。这手怎么会淤青啊？等你病好了就可以吃糖，我叫我妈妈买很多的糖送给你吃。除了糖果，也要画图送给我哦。没问题，塔姑姑。是那个小孩，妈妈很久没有来看了。那个，我好希望有一天睡着之后就再也醒不过来。不过我等不到捐赠的人，小姐就可以等到我。如果一个人死了，是不是以后就见不到他？一个囡仔只有十四年的用心。我到底是生了什么病？目前的治疗方式对豆豆效果不好，现在只能等待慈济骨髓中心配对的结果。好，豆豆的配方又要当用还没安怎？想讲豆豆没有意啊？我求神拜佛，没骨髓人，都爱老豆豆日好。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再打针了。你不要哭了，不要哭。很痛。妈妈。一君，我不爱动狗啊，我狗不活了。什么妈？什么妈？你别这样。豆豆这个女人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救她。可是，那是没办法。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是爸爸的错。我只有豆豆一个女儿，叫我放弃她，我做不到。豆豆，你怕不怕死？我还能再回到这个家吗？妈妈，我想活下来。